3, 2, 1, action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位非常喜欢摄影，而且喜欢分享健康知识的田七。So， 在这个频道呢，田七健康，你主要呢就会看到说我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啊，或者是健康产品使用后我推荐的产品，比如说 Erogen， 男性健康。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它帮我改善到体力精力。再来呢，因为我是摄影师，然后我的 camera 啊、bag 啊都很重，所以里边呢帮我改善到我的膝关节疼痛的问题。而且不只是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验证到了，真的是对他们有改善到啊，膝盖疼痛啊、手脚麻痹或者睡眠这一方面的事情有办法改善。所以呢，我这个频道田七健康主要是分享一些开箱的 video， 比如说开箱的 video 让你知道说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为什么要这样大盒，然后怎么验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产品，这一些系列的贴士，然后再让你了解到说，比如说疫情严重，所以我们有什么补品食品是能增加我们的自体免疫力呢，就比如说 Tigress ImmuneGlow。 所以如果你喜欢保健或健康的朋友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田七健康，然后 like 我的 page， 然后所以打开小铃铛，所以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感恩。